我手机呢？你没带过来啊？我没拿过来吗？嗯，我刚说的这个就是京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水源调查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啊！我今天晚上不会卡门了呀，姐妹们，我再过去写了。慢点啊！跳冷啊！哎，我不走。总是向往，趋近理想。 越笨拙模样，你的凌乱，我的慌张，他都看着的吧，却不声张。<笑>咱们都说了，哎，这梅子呀，是他亲手摘的。 当时就在果园里打包发走了，哎呦，比超市便宜多了。<笑>是是是，也算是帮帮人家果农嘛，啊！哎，桂生，你开车过来，我给可心拿两箱啊。哎呀，有的是，多着呢。哎呀，给你们寄了20盒，也没多少，就100来斤。你们。 可以做果酱，真的不贵，这边水果挺便宜的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给我做好吃的。嗯，那您先收拾梅子哈。嗯，挂了，拜拜。喂，收到了。 你寄那么多梅子，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吗？你没多少，你给朋友们分分，给姐夫、亲戚，啊，铃铛的老师什么的。你那假肚子怎样啊？挺好的，我在这儿待的挺舒服的。真的那么舒服吗？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嗯，什么事儿？ 有种感觉，行，那你慢慢感觉吧。哦，拜。怎么样？还没加出来？红豆姐姐，我可以不学数学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可是我不喜欢数学。那为什么要？8+9。 加9，8+9，20分钟你都没算出来啊！阿妈，你不要这么大声，我听得到。听得到是不是？听得到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再来，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 12、13。好，停。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？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得太短，你看不见吗？阿妈，我看到了，你不要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，以后你怎么办呀你？你别瞪着个大眼睛看我啊！接着给我算，今天什么时候算好算完啊？ 算，克服困难，就帮我一次，求求你了。 就一次，重写，听见没？
the dark. I'm searching for a meadow of mine till you came in with the breeze. And smile. 怎么就这么多的糟心事儿啊？没一件事儿能顺顺利利。民宿你怎么转啊？价钱又不低，转给谁？如果村子也能建一家韶华书屋，那么民宿想转给谁都好转。那如果人家不给你投资呢？那我就自己接下来。你有钱啊？没有。没有你怎么进啊？出去找钱呗。瞧你这话说的啊，好像钱跟君子似的，一下雨就长出来了，你出去找就能找得到。你说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？要是能考个大学，那我现在也能帮帮你。你能留下来，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，晚上饿了呢，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。偶尔能陪我喝杯酒，听我唠叨一下，就已经是在帮我了。也是，都指望着你。你指望谁呀？你压力是真大。谁没点压力啊？都是小事儿。哎，行了，快下来吧，别摔着了。